自动电源，然后你看一下这个虫子，改成这虫粪、死虫、蛹都很多。出虫粪的地方，这个筛子从前面都给出出来。这是大肠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大肠的干净度。小虫，蛹，还有那不动的虫子，这是不动能力不强的虫子。健康虫，大家看一下，在机器操作的时候，灰尘全部都装那儿了。好。